座椅靠背终于到了，最近开车腰可酸了，给它打开看一下。这是一个靠枕，对，很好。这送了一个临时停车牌，还有一块毛巾擦车用，打开看一下。长时间开车，我的腰都开始疼了。靠背呢，对我的腰椎啊有一种支撑的保护，这样我的腰就不会陷塌下去了。长时间开车就没问题了。伴我很久的靠背和枕头，你可以退休了，以后你就当我的枕头吧。把这个座椅靠背放上去，应该是这样子放的。哎，看一下，应该是这样子放的。这个是靠枕，把它拆开了。是一套的，和这个颜色是一套的，是这里的。有了这一套装备，上路就不怕了，这以后开车就不会腰痛了。显示黄格，少于50公里，行驶了43977公里了，还不知道能不能开到加油站呢。走吧，我们先去加油。大家听，没有油的声音就是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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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知道这点油还能不能撑到加油站啊？现在离我最近的加油站都还有将近好几公里。有的人穿棉袄了，还有的人穿毛衣，都冻得不像话了。哎，最近加油都涨价了，现在九二多少钱啊？九二的啊，7.5块7.5块95的，8.1958.1了，加不加？加九二吧，加九二吧。加多少？加300吧。有没有卡？没有。那就加300。再加300吧。哎呦，好冷。300啊，加300，好的，要到里面去支付啊，到里面去支付。4号箱哦，真的好冷啊，穿的有点少，今天穿那个衬衫。哎，加，哎，4号箱。我说的啊，明天在哪来开会的时候，叫国人吃加油，国人扫码，300吧。扫我扫你啊！我扫你，我用支付宝。支付宝。加了300块钱的油，现在续航里程可以跑533公里。唉，现在终于放心了。这里是我前两天的露营地，今天我又回来了。走来走去还是觉得这里最适合我，因为这里四周是山嘛，安静一点，离城区又近。哇，今天极度降温了，太冷了。这里周围也有车辆，也是在这里路过的。我一看这个度数，就像那个戴老花镜的样子。完了。哇塞，晚上这里肯定是搭不了帐篷了，今天就睡车上，把空调开着睡车上。开空调开，搞大了，空调开到31度，然后上下风调整一下。今天晚上把被子给盈一盖，拿一件袄。哇，太冷了，拿一件袄，晚上披着睡。晚上我就睡这边，他睡那边，我们两个可以错开。我把这个座椅靠背，这个袄，拿这个垫子，像大一点。
这个哦，可以的，还白了啊，里面是羊，这里面是假毛，这不是羽毛的啊，这不是羽毛的，这是什么？羊羔绒，这假羊羔吧，应该是，这这可以的，这玩很暖和的。你把椅子放到最低啊，最低，晚上的时候调成这个外循环。对，内循环的话，这个是内循环，内循环的话一氧化碳会高，外循环好一点，温度会控制低吗什么的？外循环的话，它就是外面的空气可以循到我们里面来，对，就不会一氧化碳过高了嘛。别，咱俩中毒在那啥了。好了，然后现在要休息了，外套脱一下。今天晚上就盖我这个假羊毛，大皮草啊，这个大假皮草，我就当被子了，这样子也挺暖和的。其实我出汗了，然后后面你看装备很齐全了，这个后面带个秘书，这个是这个不，它这有个睡垫，看到没有？还有这个枕头，对吧？然后再配上我这个假皮草，后面后面个人。我把这个晚上靠碰不到你啊，碰不着，你随便靠吧，够，这样就可以。那天晚上就是这样睡的。嗯。车里面开着车暖，配上我这个假羊毛，晚上这么一披睡觉，其实是很暖和的。主要后面还带了个秘书。你一般不在我都是自己睡，你今天来了我有点不习惯，怕到时候打晚上打呼噜、梦游啥的吵到你。磨牙。到时候吓到你了，你不要把我吓醒了。真的，人家这个说梦话的时候不能吵醒他，就是不能吵，特别是梦游的时候，让他猥琐一点，千万不能动，动不然会惊吓你成精神病。对，就是晚上半夜，我不管有什么样的行为，你都得。是我嘞。你啊。啊，是我有什么梦游？不是你啊，是我。我提前跟你打招呼。一脚给踹一边，是一下就清醒。我有时候会那个什么，会打呼噜啊什么的。打呼噜我就叫你一声。说梦话什么的，说梦话我就是说我躺着我躺起来了，我一叫什么的，这你先提前跟你说一下，一脚给你踹。我告诉我这我可不温柔。就是提前跟你说，你不要把我搞成精神病了。第二天不你也得听我，你得听我说一句，你得克制一下自己。我这小脾气，我也半夜梦游，正好梦游对梦游，谁对谁不好。对手了，小心。休息吧，就是头晕。那没办法，个子高啊，实力他不允许啊。施展不开，睡不好。太热了，我把温度调低一点，气都喘不过来，调到26度吧。睡不着觉了，那可是瑟瑟发抖啊！哎呀，还好呀、啊！哎呀，从外面回来就感觉到车里面暖和了，毕竟两个人呼出来的二氧化碳还是有点温度的。睡觉吧，别吵了，快睡吧。你一晚上太折腾人了，净事儿。